闭嘴，叶锦轩，不吃就滚回去。切，庄稼汉才打赤脚，现在就快饿死了。我们都已经沦落到要吃土了吗？女人就是麻烦，白天也没给夫人整点吃的，正好给她找一个番茄，尝尝吧。我不吃什么东西，要是吃了你这黑暗料理，就真的嗝屁了。我这次不会被你给骗了。你的病好得有点快啊！快跑啊！哎，等等，我们会逃跑。相见就是缘分，就算逃跑，你要带上我呀。